圈人潮满满满，吸到非常多的旅宿业者在这里插旗抢市，接力开饭店，最近距离甚至不到1公里。日本索拉利亚西铁饭店一大床到三床房，房型多元，餐点风景样样不缺。距离万豪集团旗下素质酒店只有短短950公尺，车程5分钟。另一家日本香铁集团旗下的饭店到索拉利亚西铁饭店开车也只要6分钟。各家业者拓点时间和店址都很密集，要跟当地上百家旅宿业抢食大饼。这边有得天独厚的这些交通条件，日本客他可以用他熟悉的这个订房平台甚至是会员身份进驻欧美这些连锁品牌，对于年轻族群也有一定的吸引力。面对国际集团来势汹汹， MIT 业者不甘示弱，还以颜色。气氛灯之外还有单人、双人、阳台等房型，但选择商旅模式靠价格和便利性吸客上门。观光客来台湾的话呢，可能不需要花费很多的费用在旅馆住宿上面，感觉让他客人呢随时可以到我们所指定的合作地方去领他们的餐点。台北双星在完工的过程当中会带来新的消费甚至是住宿人口，会吸引不少的这个旅宿商机往西区移动。旅宿业者看到人潮更锁定前朝，各出奇招，也让旅客有更多选择，货比三家。华视新闻曹申科、黄明台北采访报道。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